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杨梅园中园电梯每三房。好，现在我们的位置在他的客厅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它的前阳台。好，我们回到客厅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它的共用卫浴间。现在回到客厅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卧室。好，我们推出来。好，现在来看他的厨房。好，还有他旁边的后阳台。好，我们回到厨房。现在回到客厅，接着我们来看他的次卧。好，我们退出来。最后我们来看他的主卧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客厅。